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戴解说的生化危机7疯人院难度流程攻略解说。上一集说到，我们的男主伊森和米娅被一个老头背到了一个房子里，而我们的男主伊森的左手被米娅砍断了。Don't you die on us now. You have work to do.这里不知道是谁把我们的手给接上了。Where am I? What the hell? Rise and shine, sleepyhead. It's time for supper. Who are all you people? Where's Mia? Eat it.It's good. Dumb son bitch wasn't no good if it hit him. Yes. Get out your way, Margaret. Your boy's got to eat. He got to have his supper. Come here, boy. Just do it. Shit, he's not eating it, Jack.一个电话救了我们。话说你们这东西真好吃吗？大家记不记得在米娅被掳走的那个房间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这个老太婆。而这一家四口到底算怎么回事？晃动一下 A 键和 D 键，也就是左右键，我们从桌子上下来了。而我们现在的目标当然是逃出这个地方，出来以后直接奔着右边走。老头拿个锹会过来，在这个难度下，这个老头的走路速度要比普通快很多。我们拿了东西以后绕他一圈直接走，赶快冲。大家看，听到脚步声吗？走路速度要比普通难度下快很多很多。然后把门带上，转一圈再从这个地方出去，然后往前走，当心一点，会诱导他把这堵墙给撞开，然后我们掉头继续往回跑。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死路了。如果在里面的这个房间被他抓住的情况下是一击秒杀，正常情况下就是一击秒杀。我们先过来用这个钥匙把它打开，然后继续走，因为开门是需要时间的，举手护一下，好，这样伤血不厉害。然后我们继续走，他打一下我们以后，这个老头就会硬直。然后我们把门带上，打开，再带门，把门带上，开门，等一下，等一下，开的是需要时间的，赶快下去，挡一下。好，我们已经下来了，正好。这个地方压迫感很强很强，如果没有体验过的观众，你们体验一下这个最高难度就知道，这个地方压迫感极强。从这个地下通道呢，可以通往洗衣房，也是一个安全屋。而这个洗衣房是一个安全屋，游戏里面的安全屋是100%绝对安全的。这个地方拿到了主屋的地图，还有两个磁带提供给我们存档。而这个地方是生化危机的传统。而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游戏我是经过了前面玩了两次周末，这次是三周末，所以说我会带上一个东西，就是 X 射线这个东西，我会尽量多的去收集道具。带上这个东西以后，等于是一直吃了一个叫兴奋剂，是叫兴奋剂的东西嘛，反正就是所有的道具都会给我们标出来了，而不是看不见。有的观众呢，一直这个东西怎么拿呢？你4小时之内通关就可以，然后我们出这个门，
电话就会响，然后我们接电话。You did good, Ethan. Zoe, right? What the fuck are you? Shut up and listen if you want to stay alive. You gotta get out of that house. There might be a way out through the main hall. All right. Oh, and that thing on your wrist is a codex. Don't lose it. It's important. 佐伊又打了电话，告诉我们主厅可以出去。Hell of a girl. 可怕的女孩。好，我们现在出去。我们现在是任何的武器都没有。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可以收集的东西啊，就可以一目了然，全部看得见。里面有一个古钱币，这个里面子弹。在不同难度下的这些钱币的分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玩的是简单或者普通难度啊，不要参考里面的古钱币的地方。这个是告诉我们废墟探险三人失踪，就是我们之前看的那卷录像带里面的那帮人，他们是一帮主播啊。这边有个钟，好像可以互动，但是我们现在还用不到。我们继续往前走，这边有东西可以收集。下面还有两个东西，我是找了很久很久很久，不知道怎么下去，到那个下面的地方，不知道怎么拿到地下的两个东西。哦，这边有子弹，然后这边有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小刀，刚才那个东西啊，没有办法再打碎它。这个是谁呢？那我们现在肯定不能说，对不对？而这边有照片，那就是刚才跟我们吃饭的一个年轻人和两个人。哎，这上面看照片还这一帮人还蛮正常的，怎么刚才跟我吃饭变成哪样了？然后我们现在回去，回来以后会触发一个警察在这边。Hey, you gotta help me. Hold on, back up. Now, sir, do you live here? I mean, is this your property? What? Me? No, no. All right. Now, we got several calls about some missing persons lately. You don't understand. I gotta get out of here. Now, calm down. You're not listening to me. There are crazy people in this house trying to fucking kill me. Well, all right. Let me tell you this. You don't exactly seem like you're playing with a full deck yourself, all right? Are you kidding me? Look.Like I said, we've had several missing persons calls. And I can't rule out that an outsider like yourself may not be involved. All right. I'll tell you whatever you want. All right. Now that's more like it. Now, meet me in the garage. We'll talk there. Hey, wait. You gotta give me your gun. You must have lost your mind. Look, officer. Deputy. Right. Deputy.Now, do you want to see my name in the obituaries? Or do you want to be a hero and save my life? A fucking pocket knife? Here. Take it. That's all you're gonna get. Now go. Garage. Now. What am I gonna do with a knife?获得了第一把武器，利用这把武器呢，是可以破坏一些箱子，拿一些道具的。车库，我们现在到车库里边去。我建议一些观众，去之前啊是可以存下档的，只是建议，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看着我这个流程打的情况下，存档点那个磁带是肯定够的。We gotta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Now, first, you need to tell me what you're doing out here alon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Me? What about you? No, it's my job. Why don't you do your job and tell me? Answer my questions. You're not gonna believe me if I told you. Try me. 前方有高能，年轻观众注意一下。地上一把枪捡起来，这边有一个钥匙，有一个开锁器。我们需要把这个箱子给开锁。哎呀，我们带东西带太多了，被他打了一下，然后我们绕一下。这个老头走路速度极快，我们先要用这个东西啊，
车子跟他绕一下，然后使用开锁器，开用了以后赶快让开，继续跟这个老头绕，用车汽车给他绕，防一下，然后继续跟他绕。我们的车钥匙在那边，如果是在普通或者简单难度下是不需要这个开锁过程的，直接到那个地方拿钥匙即可。让开，继续让开，被他打一下打得有点冤，然后我们到这边来把他距离给拉开，等他过来，他会把东西破坏掉。为什么要把拉开？如果说不把距离拉开的情况下，我们到车里面可能被他给拖出来，然后拼命的按 F 键启动车辆，然后撞他。只要车能开起来，基本上这个地方就安全了。这个智障又开始发色精病了，你们看他要干嘛？我在哪学的开车？我在驾校。内鬼有驾校吗？ Let's finish this, you and I. Oh yeah, I'm gonna take you for a rid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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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这样你舒坦吗？他在里面就那样了，着火了，里面有一个补血的，我们拿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浪费弹药了，不要开枪，这货好像很爽的样子。这一声爆炸使得我们左边有一个梯子啊掉了下来，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梯子啊离开那个地离开这个地方。哎，这个哎，你趴的姿势可以嘿，啊，这个梯子只有这个爆炸以后才会出来。哎，让我上去啊，撒这边啊。哎，不要这样好吗？哎，怎么回事？哎呀，哎，你施了什么魔法？为什么我上不上去？你再试试。哎，哎，不给我上，不给我上是什么鬼？哎，老头，你施了什么魔法？你这个姿势还能施魔法吗？你再试试。哎，这算几个意思？马德执着。哎呀，不给我走。在这边啊！我露个相，我容易吗？哎，好了，当心。好了，这货脑子有坑了，好大一个坑。我们顺着这个梯子爬上去，上来以后左边有一个硬币，我们拿上。这个地方把这个身体啊给拿下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身上的东西啊太多，拿不了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调整一下。我们做一瓶药出来，有空格了，然后把这个牛的雕像给拿上。这个东西是我们离开这所这个区域的必须拿的东西。我们回去调整一下东西，把该放的东西啊给它放一下。有时候调整的过程比较长啊，我就直接剪掉了，这样我在调整的时候啊也可以比较自如的调整。然后存个档，以后我们走。
这下面的这两个东西观众们能给我留个言怎么过去吗？我死找死找不到，不知道怎么下去拿那个东西。从下面那个地方地下道里面也到不了那个区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两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把这个身体放上去，哎，这个门就打开了。然后在这个地方有第三个古钱币，实际上就本关就是到了这个房间里面的第三个古钱币。这三个古钱币一定需要拿，因为在普通难度下的蝎子钥匙是不在这儿的，也就是说是没有这三个笼鸟笼子的。我们把三个古钱币扔进去，拿到这个蝎子的钥匙，在普通难度下和简单难度下是在地下室里边的，不在这儿的。然后只要一拿这个钥匙以后啊，老头就那老头还不死，你知道吗？然后赶快把它打开，马上换上枪，出现一个新敌人。他是在地上爬的，这个敌人速度行动速度极快，不惜一切代价，当然他的弱点是在头部，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的把他给干掉。到了一个新的安全屋，安全屋里面是百分之百安全的，废话嘛，要不然怎么叫安全屋。这边有个分离剂，两个磁带，我们可以整理一下装备。我们整理好东西以后出发，洗个手。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这个地方本身拿到了一个钟摆，在这个地方嘛，理论上是要获得一个会接一个电话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接电话，这个电话没来，大家也都看到电话没有来，我不知道是什么鬼。然后现在我们的目标呢，我靠，老头跟来了。现在我们的目标呢是找三个狗头，三个狗头分别是左边的楼梯上去会有一个，这个老头走路速度很快啊，所以特别烦人，压迫感很强。然后我们到这个地方可以获得一个米亚的录像带，然后在这本书里我们拿到了第一个狗头。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们看垃圾桶里有什么，好像没什么，我们等一下看老头来不来。You can't hide from me, boy. 老头好像又来了，要来了，来了吗？别来好吗？不要来。然后我们先预判一下，先第一时间把这个门给打开。追上我们了，追上我们，把门带上，然后跟他绕一下。他走路速度极快，我特别特别讨厌玩这一段，因为他跑得比我快，普通难度下他是没我跑得快的，这个难度下他跑得比我快，特烦，压迫感很强，我又不敢往后看，他不像逃生有一按一个键就可以往后看。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房间，在普通难度下到这个房间来必须要先去地下室，否则到不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这边补给一些东西，这里面是有一把损坏掉的一杆喷子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东西，老头跟进来了，哎呀，被发现了，防一下，防一下，伤血不是很厉害。我们挤出去，我们先出去，我们先出去，赶快先逃掉再说。我们还是不忘拿东西。刚才那封信写的是什么呢？是写给他老婆的，说他在他的脑子里面有一个东西，有片黑的区域，是由真菌引起的，就类似于脚气那种，脚气也是真菌引起的嘛，然后跟美国末日里面的那种真菌啊也比较类似。他说这个东西呢影响了你，你经常莫名的听到噪声，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引起的，你需要到赶快到医院里面来，进行治疗。OK， 这个地方呢我们之前拿过了一个狗头对吧，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前面拿了一个钟摆，我们把钟摆放上去可以获得第二个狗头，我们把狗头拿上，白色狗头。而这个钟的时间呢，大家记一下，这个钟的时间是10:15。还有这个地方跟观众们说一下，如果说之前这个门没有被破坏掉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现在再过来的情况下，老头还是会穿出来，就特烦人，所以说我在第一阶段就把这个门啊就给它破坏了，因为我们肯定要到后面去一趟的，
然后把这小人打一下，然后把那两个狗头啊先给它放上去，这样就不占我们格子了。我们现在还只差最后一个狗头，最后一个狗头是最难拿的。好了，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就蝎子门的这个地方。游戏里面总共这种钥匙啊，有这种特定的钥匙，以动物来标识的钥匙啊，总共有三把。我们现在是第一把，是蝎子钥匙。我们现在把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啊全部腾空了，那干什么呢？那当然是搜刮东西。然而我又智障到发生了一件很智障的事情，我把自己的眼镜也给脱了但问题不大。我们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如果说是开不了这个门的情况下，是需要到二楼的厕所里面去开一个东西，然后到那边使用投影进这个房间，这样有一个路的这样的一个房间。这边是有东西可以拿的，增强子弹是按 G 键可以手枪上面进行切换，威力要更大一些。然后在这边把一些东西搜刮一下，在壁炉的地方是有一个宝藏的，但是宝藏的这个照片啊我没找到，所以说现在不能拿。这边有一个古钱币，然后这边有一个密室，这个密室呢是需要乌鸦钥匙才可以把这个密室给打开。这边有一个草药，药草。行了，现在旁边的那个房间我们进不去，那我们就原路返回。这边有一个东西，哎，有一个小孩画的画。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反正这家人呢反正都有点神经病的，他们吃的应该就是人肉。这个上面记录着他们曾经抓过一对夫妇，然后三个女大学生和一个流浪汉。什么贵吗？人都吃啥这边。然后我们原路返回，回到安全屋去。然后到安全屋里面把刚才搜刮到的东西全部给它放回去。然后我们带好一个存档的东西，存档完成以后我们出发。我们身上所带的东西不多，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搜刮。我们只带了一副眼镜、一瓶药、一把枪，而没有带子弹，只有枪里面的十发子弹。然后我们到地下室里面来。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是离开这个房子，要找三个狗头。我们已经找到了两个，而现在的目标是找第三个。我们到下面这个属于是烧尸体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一家人啊把一些抓来的一些人啊吃剩下的或者怎么样的一些东西啊，到这个地方进行烧掉。然后有个提示，一个最右边的和一个有手掌的，在普通难度下这个里面会窜一个怪物出来。我们拿到了解剖室的钥匙，这边我们硬挤过去是可以挤过去的，然后开这个门，然后把这个门关掉。这种敌人是不会，就从地下面冒上来的敌人是不会过门的，所以还好。然后我们拿上钥匙拿上了一个子弹，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挤过去以后把门关上，这两个敌人就可以绕过去不打。然后这边这个敌人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干掉。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他一个敌人，然后这边有火药，这边有散弹枪子弹，我们都拿上。然后在这里使用我们在前面的那个烧尸体的那个房间，算火葬房吧，里面得到的那个钥匙。然后这边得到了一个玩具枪，然后这地方打开有一个猎枪子弹，就是喷子的子弹。我们现在得到了喷子子弹，但没有喷子。哦，这就是第三个狗头。这个老不死的老头又把我们的第三个狗头给抢走了。我们拿到了玩具枪，拿到了玩具枪以后原路返回，用这把玩具枪去获得我们的第一把喷子。然后把门关上，
然后这个地方呢可以原路返回，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把门打开，这个门打开是100%刷两个怪，一个趴着的，一个站着的。站着的血比较厚，用我们现在的小手枪打是比较恶心的。然后我们到这里面来，我来干嘛呢？我是尽量搜刮嘛，不是说了尽量搜刮子弹。这边有张照片，过来了，让开，被打了一下，赶快走，把这个小的给干掉。我在这个地方上面啊，浪费了太多的子弹，有点不合算。那打都打完了，整整一梭子给我打完了。然后吃个药，这边待会儿当心一点啊，当心。妹子，我刚刚补满血，马德直着，这个地方是有点失误了。旁边那个地方是完全可以不用过去的，我乐意。然后补满血，就是血多。然后我们整理一下东西，我们把东西整理好，然后回到大厅去。回到大厅干什么呢？我们需要拿一下喷子。当我们跨过一个区域以后，这些敌人会消失，然后我们如果马上返回的情况下，这个敌人不会马上刷出来，所以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躲避敌人。先把这把枪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呢，后面的那扇门啊就会关掉，然后我们把玩具枪放上去。我们也可以到我们刚才蝎子房啊那个地方，有一把坏掉的喷子，我们也可以拿上。现在回到我们刚才没有拿掉所有东西的这个娱乐室里面，把没有拿的东西啊都给它搜刮了，就是爽，就是开森。刚才那根纸条是女主人说的，把他们刚刚抓到的一个嬉皮士拉到处理区去。哎，这个地方就是一把坏掉的猎枪，也可以用这把猎枪去换那把好的猎枪。妹子，我身上东西又满了，马德直着。哎呀，这边有一个假牙，一篇文档。三个东西啊，分别在什么地方？起居室的落地钟，一个就是在书房，娱乐室的一本书里面，和我们现在要拿的最后一个在解剖室里面，告诉我们这三个东西在什么地方。行了，我们又搜刮了满身的东西，我们现在回到之前地下室的那个安全屋去。回到蝎子门的安全屋。这个地方等于是在普通难度下省掉了一个有一个投影游戏的东西。投影游戏的那个投影的那个道具呢，是在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左边二楼最角落的一个卫生间里面。然后我们准备一些药草，一些东西，把道具啊都准备好，带上药，带上喷子。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去浪了。这个时候我们子弹有32发，喷子子弹有6发，下来的时候是会刷敌人的。我们先把喷子的子弹完全上上，这把喷子是4发子弹。然后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东西没有拿全嘛，我们先把这个门给打开，然后拿上了地图。刚才那地上有2发子弹，我们不着急拿。这边有一个敌人，举手防一下，打一下以后我们旁边绕过去，不用打他，不要在他身上浪费子弹。里面这里是不会刷敌人的。往下走，前往解剖室。这个地方有一些补给，强化化学药剂，血，药草。药草是可以补血的，但是补的很少很少。这边有一个普通化学药剂，我们合成一瓶药，拿一个古钱币，然后继续走。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瓶药，我们要的狗头。好了，
我们来最后一站。这货你追我追了那么长时间，烦死了。在这个地方呢，我去，因为我没有带黄颜色的防御的那个钱币的情况下，他两下就可以送我上路。斧子的话会好一些，但是如果他待会换到电锯以后，两下我就走人了。用喷子，在这阶段用喷子打他是可以把他打出硬直的。他跑起来的时候可以打出硬直，要不然还是打不出来。然后我们踢尸体弹，把他踢出硬直，让开，给他输出，打跪了以后换小手枪，对他头这个地方拼命进行输出。然后这个里面，刚才的那个里面是可以有喷子的弹药的，我们先不着急。然后他拿电锯的时候，我们直接贴上去，拿走电锯。电锯主要是两种攻击方式，一种攻击方式是按住鼠标的右键，再按左键就一直锯。这个敌人是我们对准他的挥舞电锯的过来的方向去打他的电锯，是可以有格挡效果的。还有就是按空格键也有一定的格挡效果，但不如我们用我们的电锯直接跟他去对抗，然后把他打出硬直以后再上去锯他。这个 boss 我打起来啊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就是我打起来有些难，因为我没有带任何加防御的东西。我们中了一下，他这样挥舞的话是四下，挥舞完以后上去锯他，触发从头往下锯的第一下，锯完以后露出弱点，直接上去连着锯，他把中间的石柱子给打开了。然后正好我们的这个电锯啊需要重启一下，重启一下以后可以连续再用一点时间。他这样冲过来的时候用电锯跟他对电锯，然后他主要是看他从右下往上打的时候啊，去拿我们的电锯去怼他的电锯，几下打完以后再去怼他电锯，这个是需要多练习的。好，触发第二下，从头上面往下锯，跪下以后直接锯他弱点，这是第二次了。我们电锯没电了，正好，不是正好了，是真不凑巧。好，又挡掉了一下，对电锯，一定要看准，一定要看准他的电锯过来的方向，用我们的电锯去阻挡他的进攻，否则他攻击力极高。挡住，都挡住了，再挡，让开一下，踢他一下，上去锯，挡他电锯，又挡住了。好，继续锯。好，出现这个动作，从下往上锯的时候，这样的特写，他就完蛋了，老不死的。然后让开一点，他就薄炸了。这个老不死的一半身体还在走路，你到底中了什么毒，中了什么邪？好吧，拿出电锯，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这个电锯也太不耐用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把他的那把电锯带上，一把像剪刀一样的电锯。然后我们补满血，为什么？观众看着舒坦，割满血。打这个 boss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观众们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因为我没有带上黄色的东西，就尽量想提高一下游戏难度。游戏因为我是前面拿到过一把枪，那把枪是隐藏道具，就是通关4小时通关以后可以获得一把枪，那把枪只有3发子弹，那把3发子弹如果是使用增强弹药的情况下是可以像喷子一样的威力的。你这边小高能啊，这个老太婆又跑到这边来了，你慢慢在这歇着哈。然后我们原路通过蝎子门回到大厅，把第三个狗头放上去，我们就可以离开这所 老宅了。在这个时候呢，是可以
进行搜刮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那个老头一定被我们半个身体已经锯掉了，他是不会再出来的，所以说是百分之百安全的。如果想搜刮这所老宅的情况下，在这个时候大规模的搜刮是最好的，因为不会有任何的干扰，以后的话就不见得了。我就这样告诉大家。然后下面有一个化学药剂，一个古钱币，我们拿上，然后来到了一个中庭吧，算是中庭，一个院子里边。这个地方有一个榴弹发射器，三个磁带，但是我们身上东西都满了，我们调整一下身上的东西，都放起来一些。因为这个在普通难度和简单难度下，它东西放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榴弹发射器它在哪呢？就在我们之前有一个有路的那个地下室里面，是在那个密室里面，所以普通难度下在这个时候是拿不到这把弹药的。而这个地方是有一些麦铃和一些用硬币换的东西。哎，这边好像是左翼的，嗨嗨嗨嗨嗨。好吧，本集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喜欢的话不要忘记订阅哦。老戴，老戴在此，大家拜拜。